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do the scarn. Don't ask questions. You don't wanna know. Learn my lesson. Way too long ago. To be talking to you, Belladonna. Should've taken a break, not an Oxford comma. Take what I want when I wanna. And I want you. Bad, bad news. One of us is gonna lose. I'm the powder, you're the fuse. Just add some friction. You are my strange addiction. You are my strange addiction. 阴阳师，我玩了两天，实在是干不动了。I'm really, really sorry. I think I was just relieved to see that. 买一送一，11.5一包，我要拿两包，还挺便宜的。One of the best movie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Deadly fever. 哦，在那里。我之前有在视频里推荐过的，这个是 Harris P 的洗发水和护发素，用这个呢，夏天会头发很蓬松，不会有那种塌下来的感觉。那你在屈臣氏可以常年发现它有个买一送一的活动，你可以买一瓶洗发水，再加一瓶护发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护发素是送给你的，两瓶加一起是129块钱，很多时候比你在网上买还便宜呢。我要一个袋子，我是拿小瓶的呢。小瓶的89是280克，大瓶的是129，530毫升，89乘以2是160、178，280乘以2是560。我怎么觉得我拿小瓶？现在没有那种清洁用的化妆水了，我之前用的那个倩碧的含酒精太多了。我们来买一个这个吧，成野医生的。哦，它这个现在的标价是139元，和淘宝的一个官方旗舰店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我刚才看到那边有一个换购的活动，好像是89块钱就可以买一瓶，这样的话是比很多淘宝的价格都划算的，而且淘宝假货特别特别的多。啊，这个我在视频里推荐过无数次无数次了，这个是庞氏米萃的洁面乳，它是一款氨基酸洁面，洗的会非常非常的干净，夏天的话用起来清洁力度刚刚好，你看这个价格只有19.5块。真的，在屈臣氏就卖19.5块，然后我会买一个这种泡沫款放在沐浴间里面。如果我洗完头发用了护发素，那个护发素沾到脸上的话，我就会再用它再洗一遍，单件6折，这样的话打完折是30块钱，50乘以5、6、30，对啊，30块钱也很便宜的。我们家那个新开卡是有优惠的。什么优惠？对，可以享受我们家会员价的商品。啊，那你快看，这个防晒霜不是我刚推荐过的，这样和天猫有优惠的时候差不多价格。哎，这个成野医生的水我刚才有说过的，你夏天可以用来湿敷，可以当做二次清洁的化妆水，把它贴在有痘痘发炎的地方，你看只需要89块钱。你看这也是我之前有推荐过的很好用的卸妆，我也要换要换要换。还有什么优惠？你说刚才今天帮您办卡，平时我们办卡是25，今天办卡是满100的话是消费15，就是减了10块钱，减10块钱还可以享受那个我们家那个限量版的
张诗海报，满二百的话送您包这个小纸巾，18包，免费送您的。哦，我想要，我要办，也就是说我今天花15块钱，只要买了100块钱，我就花15块钱办张卡，而且我将来还有150减15的券，2张券，哦，两张，然后我还可以拿这个纸巾，对，拿这个海报，这海报还有别张吗？有啊，哦，你平时在游戏里是这个样子吗？我记得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可以过审吗？我们等一下帮他后期帮他打一下马赛克好不好？大听狗，哦，我想要这个，哦，我要这个，我可以拿两张吗？不可以，我拿两张好不好？我们家这个海报是限量版的。那我还是拿大听狗吧。啊，也就是说我办会员卡的话，直接就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券、折扡的活动。哎，你刚才说还可以体验一个256块钱的美妆是吗？那我一会儿可以去吗？可以啊。哦，那我一会儿就去体验一下，帮我化妆是吧？对。哎，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其实你在化妆店里化妆，差不多也需要交个200-300块钱的，很多化妆店都是。那一会儿我去体验一下。对。那这个海报我拿走啦。好嘞。这个纸巾我也拿走啦。不要忘了，我可以这个换购的价格。然后你看那边还有很多换购。很便宜的，我来办卡吧先。我扫这个码就可以了是吧？在微信上，然后我以后也不用带卡过来。不用，现在都是电子版的。好方便，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想当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一定要带卡的。对，稍等一下，我注册一下。我之前有卡的话，我还可以绑定一个手机号是吧？对，因为现在的无电卡是比较合适。现在这个网页做的真的是。啊，它还可以抽奖的，对，什么神秘新品我可以试啊，什么东西啊，好多，哦，我抽到了一个魔盒是什么？对，魔盒是这个，啊，这个我也可以拿走，对，这什么东西啊，里面脱毛膏、口红都有，对，都会有，啊，它还可以体验256块钱的专业美妆，爱奇艺的一个月的会员，对，还有满100减10的优惠券，满150减15的优惠券。满200可以享受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阴阳师的手帕纸，还有这个海报，这个海报也是满200送的对吧？这个海报是开卡就送的，开卡就送，对，那我都满200了，你不能再送我一张了，因为我们家是限量版的。好，我们现在去结账好不好？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对，可以了，可以注册一下。好的，我现在要去体验那个256块钱的彩妆，虽然我现在脸上有一点妆，不过不要紧。经常被别人化妆的话，会有一种新的灵感出来。是玛丽黛佳的眉笔吧？看得好眼熟。是的，现在这些国货也都进到屈臣氏里面了。我看看我要用哪个。But you're taking shots at me like it's Patron, and I'm just like, damn. It's 7 a.m. Say it in the street, that's a knockout. But you say it in a tweet, that's a cop out, and I'm just like, hey, are you okay? 好神奇啊！现在这个产品做的跟玩具一样。它这个气垫，正面是可以补妆的底妆嘛，然后。它这边还做了一个，看到没有？定妆的蜜粉，夏天的时候容易脱妆的话，可以先用气垫压一压，然后再用这个蜜粉定妆，就会有一个哑光控油的效果。哇，这个产品做的真的是，而且也没有很厚，对吧？这个牌子是什么吗 ？My Party Girl 是屈臣氏自己的？是自由品牌。哇，他们设计的还蛮那个什么的。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要体验那个256的那个彩妆，它都包括什么步骤呢？画全脸是吧？就是我可以素颜过来，然后你会帮我上底妆、眉毛、眼睛啊、眼妆、唇妆全部都有，然后用的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产品，那边也会用到是吧？都可以用。哦，你可以帮我试一下那个吗？可以，试一个这个。你会帮我修眉吗？就如果来体验的话，对，也会修是吧？对，也可以修的。这边定妆的。好，用一下。
who are killing it. But we figured you out. We all know now. We all got crow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You need to calm down. You need to calm down. You're being too loud. 谢谢你。现在就是买 Party Girl 这个品牌，就是买两件就可以送一个这个新型的小挂饰给你们。如果买三件的话，第三件就可以相当于是1块钱，很便宜。然后我觉得这个气垫设计还真的是蛮特别的。这些都是256可以体验你的东西，对吧？哇，那还蛮厉害的。就是这个颜色，今天很流行，是吧？今天比较流行。今天很流行这个颜色。用哪个？好，谢谢。其实现在线上线下的价格真的有的时候差别不大，甚至线下会更便宜一点，而且你会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服务，你还可以亲手拿到这个商品在手里体验，你还不用担心假货等等各种各样的便利，你只要出门搜一下屈臣氏就可以到一个非常近的地点找到你想要的产品，为什么不试一下，对吧？好了，那我们现在去拿一下我们刚才买的产品，这些产品呢有些是给我自己用的，更多的是送给你们的。有我之前推荐过的一些非常好用的洗发水啊、洗面奶啊。我们刚才还买了什么？洗面奶说了，哎呀算了，反正很多东西，然后会送给你们，还有我们阴阳师的一些小挂件，希望你们能喜欢。走，我们去拿东西。耶，收工了。不好意思，那我走了，拜拜。拜拜。啊，小猪佩奇，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看，很多东西都是你平时没有见过的品牌，或者是没有听过的商品，都可以来店里试试，试试又不花钱，对不对？拜拜。